定要来个超级比一比。不过他像他的身材，我刚有亲眼看到，也是非常的纤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，因为我们俩在台湾，所以的，所以。对，其实我们俩在台湾也有瘦子之王之称了，所以我们想说，要不要看比比看到底谁最瘦？怎么能演呀？没关系。那怎么見るからにお姉さんが瘦じゃないですか？看起来我就你们俩站在一起看就好了，站在一起看就好。跟阿姨比比。でほら、すごい細いもん。誰比較瘦？誰比較瘦？誰比較？誰が細い？どっちが細い？細いもんだってこんな、肩だってこんな。他才瘦嘞！我觉得红是你获胜嘞！耶！お姉さんの勝ち。